随着村子的卡步接近，嘉义县政府今仔日邀集县内农企会以及游职业者，联合向消费者推荐严选年节好物，年货以及伴手礼，有象征年年有余的水产。富贵吉祥的金雀伞、龙伞、大吉大利的水果等等，开运的组合，是新年送礼自用的好选择。嘉义县内各级农协会以及业者应应春节佳节的来到，纷纷推出春节伴手礼组合，不但介绍优惠 CP 值高，也搁蕴藏着满满的土地记忆以及农民的感情，是在地上温暖的年节好物。县长汪章良、立委陈明文、嘉义县农会总干事黄金怡、甲多位乡镇市农会总干事、区协会代表、甲业者，在一号上午举行联合营销记者会，邀请民众用实际行动。支持嘉义县优质地产。啊，这拢是啊，较早咱嘉义是一个农业县，啊，较早这拢叫做土产，啊，但是啊，经过现代的技术，啊，包括业者的整个的用心的经营啊，这些土产都变成精品，啊，所以我唔忙啊，伫这个过年的期间，大家有送礼的困扰，请大家嘉义县的乡亲啊，大家优先采购我们在地的啊农特产品，那我们有很多。啊，这个旅游在外的这些啊嘉义乡亲，那我也希望啊大家在订过你们的年节啊送礼产品的时候，可以优先想到我们的家乡味，来分送给所有的啊各县市的啊亲朋好友。那这些所有的资讯啊，我们会在我们的啊县政府的官方网站啊，包括我的粉丝团，那包括所有其他政治人物的粉丝团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订购资讯。所以唔忙大家啊，南边去这里，嘉义的农特产品，嘉义的农特精品，就是送礼最好的一个选择。希望大家在过年的时候，优先想到我们嘉义优秀的啊农特产品。来分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。农业处指出，春节进前正是乌鱼子、木果干、瓜果干仔蜜、牛蒡粿等农产的盛产季节。乌鱼子送礼高贵大方，品味不凡，是团圆年菜必须准备的食材。木果干鲜红亮丽，大吉大利，过年上应景。温室栽培瓜果干仔蜜、牛蒡粿，拢是外销真受欢迎的精品。也佮有布袋鱼、新温沙白鱼、二叠鲈鱼、太保有机米。阿里山高山茶、水上莲雾、大拿鹅、玉井鸡肉、风景牛肉，更是闻名全国，是送礼最佳首选，也会当享受家己在地当季食材的魅力。送礼送得健康又个安心，真心本就来行。嘉义县采访报道。